考试啊。和好的到那最头痛的人，漓江的水真清啊，清的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。难得到你吗？都已经离我很远了。对，太久了。太久了。太久了。对，是。离我还蛮近。嗯。能有王源进来。昨天晚上才上完课回来。对。怎么坐过去了？一个人拍照比较美。对。这个舞台不就是应该我一个人专属吗？心机。他的造句是我一吃多了就长胖。这句话虽然没有营养，但贵在写实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作文，我给了他满分，因为他里面写到了我有个外号叫范小胖，因为知道是谁，而且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些知识啊，如何在短时间内减重的知识啊，怎么样控制体重啊，非常有用。最后范小胖的得分95分。音乐起。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相遇太美。就算流干泪，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。姐，只是因为太美。不对，来，导演。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对了。还对了，对了，他们庆祝一下。导演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。13号，不是我那时候太小了，就看过忘了。你是看过我演的对不对？你敢说？那我还是娜娜的前辈，并且年龄和她有一定差距呢。继续往下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向你飞，温柔的追，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他答对了，我们继续往下。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，我向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向你飞。哎，看灯。我哒哒哒哒哒，不对，来下一位，来。我向你飞。好，不对，来下一位。我向你，来来来。我向你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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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向你。我向。我向你追。永远都不累。不对，前面是我向你飞，多远都不累。这回是我向你追，海盗来。我向你追，我拔腿就追。哎，注意，我再提示一下。我向你追，风温柔的吹。风温柔的什么？风温柔的追。吹。我向你飞，风温柔的吹。好，答对，继续往下。只要你无。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。来接，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。被爱包围，被爱的感觉。导演对了。不是一回事。准备，请听题，请问。下面的文言文是由哪一句网络语翻译过来的？如乃天骄，何不上九霄？3、2、1，开始！不能用手啊！小心，小心！对，脚往前一点，你再往前。你在帮他。你在帮他。你扶着他。太好了！冰冰，你往前。小声一点，好，
冰冰抢到啦！我跟你说，海涛根本没有比赛，对，最重要的只要一摸到手就成功了，对，很开心。不是，我跟我的队友说一下啊，这个游戏啊，还是要热身一下。哎呀，幸好冰冰是我们这边的。如乃天骄，何不上九霄？这是哪一句网络用语来说的？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好，不要提醒啊，来，冰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行，他答到了抢答题。他要告诉冰冰是吧？如乃天骄，何不上九霄？你这么能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对啊，我替他说的，我替他说的。来，冰冰回答。来，冰冰想好了，冰冰回答。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对，来，大胆的回答。是你这么能，还是你这么厉害，咋不上天呢？你这么厉害，你咋不上天？回答正确。这边要接受惩罚，因为他们答对了。我觉得我们都不用站在这里了，休息一下好了。只玩一次，只玩一次。没有一次机会了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